一次的规则。第二阶段呢，就是跟上一次讲的一样，会采集分支，然后这个阶段我们会有一个板板，我先把板板给起。等一下我们会问持有板板的人问题，他就要把自己的答案写在板板上，其他人就要去抢答猜他的答案，答对就可以得一分。耶、yeah, ，就这样。那我都没有人猜中吗？同情分。对，哦、对得到同情分。猜过，你猜过就不能来猜。对，那第一题我们来问一千，请问一千最常唱谁的歌？我写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收钱的、啊，请问一天最常唱谁的歌？好，因为最快。田馥甄。田馥甄。是吗？是啊。是吗？答错。啊！一二三，这好像是君君。是吗？啊！喜欢过几个人？三、二、一，一千最快。四个。不是二。好，我也是猜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就猜数字。好像是阿妈。五个。不好看，你的脸色。
会把我出掉。好压死。给大家过目之后来抢答。三个选项吗？嗯。再说一次。如果明天世界末日，会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就是什么事情一定要达成。好，来。三个选项。耶、yeah。给镜头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看到吗？近一点吧，近一点。王台好。好了吗？来，请问，如果明天世界末日，一天会想做什么？数到三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四瑞，一，吃到炸，对，五万八，锁定。演什么样的角色？自己觉得自己适合什么？
困难的，感觉很好吃。泼妇，我喜欢泼妇的形象。不可能看得到啦。请问，对我演八点档适合什么样的角色？三、二、一，一见钟情。好，贵妇。那没有你们，那好吧。三、二、一，一见钟情。泼妇。想跟谁交换？他那个换到男生啊，然后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敢对灯？对，厉害。如果要交换身体一天，阿妈会选谁？三、二、一，不会就会困。那就得去三天不睡，一睡就是五天。三天不睡可以睡24小时。我们来结算成绩。我们的默契大考验的第一名是一千。哇！算的比较快而已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最后一名是谁？我觉得是云卫。云卫都是别人都不讲。那后面就猜错。所以是谁？我们把分数一样的删掉，有四个人分数一样。那你就把四个人念完，然后没有念到的那个就对，留下来，就留下来。我从这边开始哦。君君，云卫，是哎。好，最后两个，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要被他处置哦。最后一个删掉的人是夏恒。好了，你就让他走。所以，我可以加做一件事。你要怎么处置他？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然后各种同学一路以来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支持。然后有你们才会有今天的我们，然后不管有没有未来呢，都很谢谢你们的相伴。哇，你就是一个，好，谢谢你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；想继续看的话，也可以按订阅。然后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然后。真的就是像妈说的这样，我们就是像谢大家。然后，因为有你们才我们真的，不然这真的就一影片，然后是我们的作业就 over， 不会有后续。所以很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现在在。